神奇的奥兹国里，遇见了小姑娘德罗西，她和三位好朋友一起，说要去找梦想的踪迹。德罗西虽然是回家去，想有颗心的人叫铁皮，稻草人最愿意有头脑，狮子最想要的是勇气。想四人结伴前行，一路经历了种种奇遇，壮壮士气斗古怪稀奇，可那却难不到多罗西。只你有你人写的魔力，好朋友们齐心合力，这只手法宝气能妙计，让他们终于达成心意。只你有你阴险的魔力，好朋友们的齐心合力，这只手法宝气能妙计，让他们终于达成心意。谁要去找梦想的踪迹？德罗西虽然是回家去，想有颗心的人叫铁皮，稻草人最愿意有头脑，狮子最想要的是勇气。为梦想四人结伴前行，一路经历了种种奇遇，这只